我是 Rio。 春天快要到了，衣柜里最少不了的就是裙子喽。半身长裙可以很好的调节早晚冷中午热的温差，所以本期的测评内容就是半身长裙，喜欢的宝宝们记得往下看。这条网纱半身裙是在网红左岸潇的店里挑选的，可能很多人觉得蓬蓬裙不太适合日常穿，但是这条蓬蓬裙就非常的恰到好处，不会夸张，而且让人看起来很仙气。八层纱的设计让裙子看起来十分有分量，一点都不廉价。我搭配了一件白色蕾丝上衣和一双小白鞋，活泼休闲又不失甜美可爱。在阳光下，这条裙子会有一种透光感，特别的梦幻。腰部的侧拉链设计也比别的店的松紧带设计更上档次，只是网纱尾部比较容易起皱，不太好打理，尺码也会有一点偏大，宝宝们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。300多的价钱有一点偏贵吧，但是追求品质的宝宝们可以考虑。这条金属感的百褶裙是在张雨熙店里挑选的，金属面料特别的抢眼，而且金属的光泽度也是十分有质感的，面料也是那种垂坠感很强的。我搭配了一件宽松休闲的毛衣和小白鞋，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。腰部也是侧拉链的设计，档次瞬间就升级了。这条裙子是有内衬的，所以不会出现起静电粘腿的尴尬情况。不过这条裙子的缺点就是容易勾丝，要很注意才行，不然被勾到就肯定是报废了。还有就是做工其实一般吧，裙边有略微的长短不一的现象，但是内衬、侧拉链这些细节的设计让整条裙子看起来都不廉价，所以200多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如果想看更多服装评测资讯，记得关注小样更衣公众号和微博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